我来自甘肃的安徽淮北。我在拉高嘞。辽宁沈阳市。我是安徽淮北的。过年的话，三年没有回去了。一年。去了一下。一年了吧？四年。最想见的话就是我，就是我爸。父母个喜儿。他肯定是我爸。父母小孩啊。一定会好好休息的，幸福了在家。我现在已经可以让你不用工作了，你就在家歇着吧。还没有人排队，祝他们身体健康吧。多挣点钱呗，家里生活过好一点吧。今年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了，达到自己之前定的愿望吧，一年15万吧。多挣钱。